二零二关庙往来好顺子，今仔日四月二十四日在关庙三世宫前广场闹热开幕。台南市长韦德表示，关庙往来甲德顺品质优良，引进出名，在市场上呢受到众多的消费者喜爱。杨伟德邀请全国民众来体验，因为今年采多元营销咧，予游客到台南可看可食到台南往来，消费者有多元的选择。台南市长伟德表示：“今天很高兴，我们一年一度的凤梨好笋节又终于开始了。我们今天来到关庙，山西宫前面。我们知道凤梨好笋都纷纷有不同的地方，像我们关庙有凤梨又有笋子，那龙旗也有凤梨跟笋子，新化有好笋有笋子，然后还有山上有凤梨，所以台南很多很多好吃又好的物产都希望大家来品尝。那些最近因为疫情蛮严重，其实多吃一点凤梨其实也可以让这个免疫力变得更好，凤梨酵素也会帮助你的消化，所以很希望说大家来品尝凤梨。那笋子更不用吃，更不用说了，无竹使人俗，可是笋子这个时候吃笋子正当令，而且台南的笋子非常有名，欢迎大家来品尝哦。特当的清明过一直到母亲节这段时间哦，是咱台南的往来，交咱的德顺啦，当开始要出的时阵哦，大家拢知影。关庙往来全国拢有出名，主要是伊这土肉较特殊，较偏 pH 微酸性吼，所以种出来往来交北关市所生产往来品质是完全无共款的，所以大家人要食往来，拢知影讲爱来咱台南迄个关庙这所在买往来，啊，这附近包括咱的南关线、交新化、交三乡，拢是共款的地质，所以种出来这往来伫全国内底有拢有伊的知名度。而且这个时间嘛是咱的笋啊，不管是麻竹还是绿芽笋，咱台南嘛是全台湾上个主要产地。这两个物件像咱往来，咱有酵素帮助消化，咱的笋啊是高纤的食材，对现代人拢有伊足大的帮助。所以伫这个当咱生产季节推荐予咱台南市的朋友以外，嘛要推荐予咱全国乡亲。尤其要甲大家报告，市容教育法达通过，这个咱要食物件，第一食现捞啊，食着时准来关庙来咱台南买往来。买咱的笋啊，上个就是推荐到全国乡亲。好，那凤梨哈，因为我们一般管理就是照老师上课讲嘛，就是主要是要合理化施肥，那我们不要氮肥过多，然后尽量给它很自然、比较健康的生长，自然它就会很好吃的。一般凤梨哈。凤梨一般我们就是要熟，一般像我们都是全黄果，它是台语讲的就是宰张鱼，它才有水果，其实所有水果都一样，只要它熟度够的话，它香气自然就会很香，然后甜度，因为凤梨是热带水果，所以说现在气温越高的话，它的甜度就会越高。那现在就是除了我们技术稳定，能够把它品质第一关，我们把它品质顾好之后，再来就是求那个良率嘛。我们就是要把良率撑高嘛。说因为良率越高的话，当然农民的收益就会相对就会成长这样子。把手上的凤梨酱淋到我们的桶内，好不好？一，好，我们准备哦，三、二、一。哇，看到呢，我们的黄伟的黄市长呢，也非常我们的凤梨酱，也代表了今天的我们来关庙鼓励哦，祝福大家呢都可以非常的好运，旺旺来。同时接下来呢，市长要麻烦你哦，大力一下哈，帮我们搅动一下我们这个桶内，好不好哈？这次我们用了十多只新鲜的一个凤梨哦，来熬煮的一个凤梨冰茶的一个部分哈。农委会表示，为了推广优质的台南往来，今年关庙区公所特别举办来佚佗闯关游戏 DIY 体验活动、博孙啊大赛，以吸引民众响应食往来、听往来运动。现场也有在地往来鲜果、往来酥、甲德孙啊等农特产品的展售，还佫规划往来披萨 DIY、往来轮筋鸟比赛。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。